这个疙瘩，好生生。把我扔水里干什么？你看，你跟这个土里挖出来的针一样。我呀，要好好把你们刷洗一下。还是说，你更想到那个小池塘里戏水呢？那倒是不必。哎呀，太急了。哎，你搞什么？过了相就卖不上好价钱。哎，你卖的是这种参啊？不然呢？还卖什么参？干什么？你以为是哪种？什么哪种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。好痒！还挺俊。切！凑那么近干嘛？笑什么？我是把他给啄傻了。你果然好本事。你倒是个怪人。疙瘩。哎，幼稚。哼。还是先在这边样子家里住下吧。他这个院子似乎能让我身体恢复得快些。不过两三日时间，莫方在我身上留下的伤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另外在这里也不用担心被人逮着炖了，虽不知我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，但天上一天人间一年，我在这里待着也能赢得不少时间。盯着我做事。洗你的身吧，弱小的凡人。疙瘩，啊！吃饭了。为什么又是素的？不爱吃啊。好吃也不能天天吃吧，这样会腻的。我想吃肉。没钱啊。偶尔吃顿肉都不行吗？你看起来虽不像有钱的样子，但也不至于很穷吧。就是没钱啊，可奈何我气质好。切，不是你卖的那些野山参呢？那些啊不是什么野山参，他们啊就是很一般的南方土参而已。那卖了的话也能赚点钱吧？不能卖，我要拿他们跟药铺老板去换救命的药。这病样子还怪惨兮兮的。这个行云也算是对我有恩，知恩图报这个道理我也是知道，只是我身单五职，杀敌对战在行，救人治病却不行啊。既然治不了这病样子，那就让他在有生之年过上更好的日子吧。走你。哎，果然还是不行。这么多天了，体内气息依旧空荡荡的，连一个点石成金的法术都做不到。再
试试。明天买二两肉吧。哎，你不拿背篓和锄头，你今天不卖身啊？哦，身还在晒着呢，我出门买点东西。哥哥的，你好好在家看家。等等。既然月之精华不管用，那干脆试试日之精华。若是点石成金成功了，正好可以买点好东西回来。哎呀，我也去。你这样如何跟我出门？集市里人那么多，一旦走散了，就说不准你就变成一锅鸡汤了。你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拿一根绳子套在你的脖子上，牵着你走，你看可好？放肆！我陪你去集市是好意，出于感激，自然是要你抱着，抱着我，快点，抱起来。这就对了。哎呀，走路小心点啊，别太颠。放心吧。一切都听咯咯哒的啊。今天刚杀的，还差一点点钱。那要不你再给我捡块石头？别戳石头了，放心吧，饿不到你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十个铜板便知天下春秋。滚！你说你，滚！穷鬼。这位体态圆润的公子。好福气，大富大贵之相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快来！十个铜板，我给你好好说一下你的从前。啊，好，想问点什么呀？科举之事。科举？公子这些年甚是苦读啊，但从未高中，对不对？犯大忌了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啊，古人云：“先成家，后立业。”反了。哦，这是大忌，应该先成家。呦，哎呦呦，呀呀呀呀呀！芳香扑鼻呀！今日就有桃花，公子，你再给我试问，
我告诉你今日桃花在哪。这位公子，今日午时你家中或有火情，你若此时再不归家的话，将来恐怕会抱有大憾。哎，我说你个大蘑菇，你谁呀？你同行是吧？生抢是吧？咱们这行就这么没有规矩了吗？什么人啊？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来公子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把你福气都说没了。我给你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公子，你如若不信，回家一看便知。今天下午我还在此地恭候公子。胡说，他胡说，我来。哎，公子，下套。我不认识他。哎，没有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你骗人呢？这是这关乎二两肉钱的啊。咦，你这个倒霉玩意儿，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不懂啊。不懂你瞎说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若是不信，反正下午你也不走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如果被我说中了，你要心甘情愿的给我十文钱，如何？阿弥陀佛，贫道从不与人赌博。你看你那个样子，我不服，我跟你赌，我要输了，我给你十个铜板。你要输了，你把那个肉鸡给我，干不干？你找死！哎，哎，行行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。哼！行，竟然有一种被这么个弱小的凡人保护着的感觉，真是奇妙。哎，别闹了。话说这天地诞生之初分为三界，下界为尘世人间，上界为天域。天域本有兽类存在，兽类吸纳天地灵气，修习五行术法，化为人形，自称灵族。在天域之上便是上古神的居住之地，天外天。上古神力量强大，各司其职，或掌控时间，或造人治物。上古神造人之后，人学会五行术法，飞升天域，自称仙人。因为越来越多的仙人来到天域，仙族与灵族因此争执不断。经过千万年战乱，仙族与灵族终拟定协议，分居天域两地，称为仙界与灵界。呼噜累，哎，啊，没欺负你啊，午时已到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真是这么多年，我就没见过人上午给下午算卦。你怎么这么能装呢？来，把肉鸡给我，我今日好好教教你啊。你看，凭什么给你？啊？你看，这不来了吗？恩人，恩人。要不是恩人让我速速回家，恐怕我的老娘已经烧死在了柴房啊。若恩人不嫌弃，我找两块肉请恩人收下。那我不客气。哎，哦哦，
今年刻苦读书，明年必考得功名。谢恩人。哎，高人。嗯，在下方才多有得罪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莫怪莫怪。要么高人也赐在下一卦。好啊，你呀、啊，嗯，今日必有血光之灾。那个王半仙没赚到钱，还赔了10万，回去被他夫人打破了相，当真有了血光之灾。是吗？你当真会算卦？能算个一二吧。这谁教你的？天生就会。哟，道破天机可是会遭天谴的。我知道啊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每天都喝药呢？天行万物，有得有失，万事总是平衡的。区区一个凡人能窥得天机，且窥探得如此仔细，可想而知他的身体受凡事的力量必定也极大，怪不得一脸短命相。而他居然与天道抗衡，活到了现在，这个病秧子不简单啊。哎，你既然天赋异禀，有了这本事，为何不靠算卦为生？像你这种有真本事的半仙，专为高官富人来算卦，即便是一年算个一次，也能让你的生活过得比现在好10倍吧。这算卦真的算不上什么好本事，害人不利己，我不靠它我也过得好好的。嗯，行云，你每日做的吃食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提补元气的料？你且拿来，我研究研究。你认为我这种人买得起那种东西吗？哎，是啊，他是一个连肉也买不起的家伙，哪来的闲心在馒头里加什么补药呢？可我在这屋里确实体力恢复得比外面快很多，这些日子内息也渐渐地稳定下来了，恢复人身或许就在这几日了吧。来了来了。神仙，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能算过去能占未来的神仙吗？啊，是你吗？你是吗？我原本是你要找的。只不过那你帮我算一算。哎呀，别闹了啊，别闹了别闹了啊，你帮我算一算。神仙神仙，你帮帮我。哎呀，你帮我算一算。 我能入伍15载的丈夫，哎，但现在究竟在哪儿啊？咱们回吧。啊，原来是军人妇。神仙，走吧走吧。神仙，咱们回家。求求你帮帮我。别闹了。神仙神仙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回吧。神仙，别闹了。神仙，哎呀弟妹，神仙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。带出的地寇，我定早日归来。云娘，等我。我等你。我会一直等着你，直到你平安归来。你帮帮我。哎呀弟妹呀，你帮帮我，这么多年了咱不问了，咱不问了好吗？多久都要问，不管多少年他都是我的丈夫。你一找不到就再找一日，日复一日，总有我找到他的那一天。弟妹呀。
上了战场的人一旦死了，或许连白骨也寻不到。不管亲人再怎么日复一日的盼，日复一日的寻，神仙，我求求你了，神仙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起一卦吧。不是，你先起。这卦我真算不了，请回吧，劳烦了。同乡之人或归来，或战亡，但他不见了。到如今时无再，我依旧寻不到他的踪迹，问不到他的生死。缝好衣裳，无处可寄；写好书信，无人能读。你让我有个念想，神仙，神仙。看出什么来了是吧？为什么不肯告诉那妇人，她丈夫在哪里啊？我什么都没看出来。哎，这个行云，能为了二两肉而救一个老人，也能眼睁睁的看着军人父哭泣而无动于衷，他活得还真是随心又凉薄。而那军人父身上的气息。快到我值班的时间了，我走了啊！你有什么事就去家里找你嫂子。大半夜的，别乱跑啊！再给我做了，我觉得我下辈子的衣服都被你做出来了。
你这一遭万一衣服破了都没人能帮你补。并不叫贼子破我假衣，免得伤了娘子送我的这份心意。萧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来干嘛？走了，我回去了。过来，又来捣乱！你这憨货！别过来！葛哥，来了！别过来！撞干什么？不撞你早死了！快起来，笨蛋！小心！人你看不见啊？人？什么人？哎，算了，你们凡人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今日白天，那妇人寻来的时候，我便感知到他身上有一股奇怪的气息。今晚跟来，果然发现了这人，或者说，是仙人。仙人？他似乎是那军人妇消失的丈夫，但他的气息非同寻常，应是仙人。想来应当是因忠心赤胆战胜之后飞升为仙，此前人间也有此类传闻，但他迟迟不归仙班，应是仍眷恋人间，不舍得离开他的妻子，所以才用仙人元神的形态留在他身边，一直守着他，直到现在。他应该是不知如何运用仙术，所以他的妻子看不到他。糟糕，你把他激怒了，我现在没办法恢复人形。那我帮帮你吧。怎么帮？你帮我拖住他片刻。Thank you.
在你身后。谁呀？快点，过去过呗。你是她寻了15年的丈夫吧？你知道她一直在寻你，等你吗？你想让她看见你在哪儿吗？可以吗？星云，可能布阵。既然都插手这件事了，那不如把事情办到最好。只不过事成以后，你不要后悔。夫人，你夫君回来了。我什么都没准备，我都没有给你准备饭菜，我等这一天等太久，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？别人都以为我疯了，但是我没疯。你出征之前告诉过我，让我等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骗我。三郎，我终于等你回来了，再也不要走了。不走力量竟如此强大，竟让他们变回了年轻的模样。这阵维系不了多久，所以你有什么话就速速跟他们说完吧。他竟看出了我想做什么。今日白天，我隐约感觉到这夫人身上有奇怪的气息，
但没想到竟是他寻了多年的夫君，一直跟着他，想保护他。他本不应该留在这里，仙与人终究有别，他身上的气息过于强盛，他们在一起久了难免会对这夫人有所影响，折损他的寿命。我本想劝他离开，但是那为何不让他们自己定夺？他们俩皆是普通人，并不清楚这个气息会对人造成多大影响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不如把全部都告诉他们，到底何去何从，让他们自己定夺好了。你是想让他们俩多待片刻，是吗？嗯，哪怕只有片刻。但我这个阵撑不了多久。山河共剪，如初。